锦彪，好，孙先生，孙先生，有事找我吧。锦彪，有件急事让你办一下。马上去趟广州，找一个名叫南仁杰的医生，接头地点城外吉祥寺。 卑职胡人，叩见大帅。嗯，起来。谢大帅。胡巡捕，知燕县密报，乱党头目孙文黄兴，在槟榔屿密谋后，有一密件已秘密传到广州。这事如不查个水落石出，将来必胜大患呐！禀大帅，广州城绿林，四大头目都捏在卑职手中。 此案就包在卑职身上。好，胡巡捕，你随王大人赶快查办，不得有误。炸！啊，两个人。 老人家，身居闹市，生意不错吧？师傅，好说。钱是用的，水是流的。请问，人来！人来！哎，人来！人来！人来！国民党人万岁！打倒满清王朝！ 表哥，你怎么功也不练，到哪儿去了？哎，官府又在杀人了。刚才杀了四个同门会员。啊？哎，舅舅怎么还没回来啊？真叫人担心呢。我爸又不是孩子，要你瞎操心。啊，来练功吧。哎，哎，钱。 好武艺啊！桂英，哎，过来。这是小女桂英，这是我外甥王建雄。我们初学乍练，献丑了。看师傅一定是位武林高手，请教法名。出家人孽根未尽，还没剃度。 俗家名字叫金彪，太好了，金彪师傅，难得的机会，请露两手，给咱们开开眼。不敢当，不敢当，我是来向南老先生请教伤科秘方的。好吧，你们自己练吧。哎，金彪师傅，请坐。表哥，我去烧水，你自己练吧。好。 你找我有什么事？我是武昌共进会领导人派来的。凭证呢？有。炎黄上剑，青龙断手。
就是起义的绝密计划。香港起义统筹部怕用电信传递会走漏风声，误了大事，所以才决定可靠的同志来传递密件。嗯，你马上赶回武昌，不能乘火车，不要走大路，要远离官府的眼睛。好，到了湖南可以到长沙的柳氏武馆找我的师兄，他会保护你安全到湖北的。有人。哪儿？屋顶上。师傅，请用茶。啊，桂英。啊。刚才谁来过？没有吧？我在烧水呢。那剑雄呢？舅舅。舅舅，我在这儿。来。进来。舅舅，这位病人来治腰伤。你给他治吧。我？不，南医生，我的伤势很厉害，请您亲自。放心，剑雄，你先给他治，不行我再来。是，我试试看吧。谢谢谢谢。坐好。哎呀。哦，大概是他吧。嗯，也许是。爸，出什么事了？没啥事，去吧。不过我还是马上离开这儿好。嗯，好吧。不，随我来。走了。嗨，表哥，我从小跟娘学艺，如今又拜舅舅深造了三年，区区跌打损伤。那你刚才……哎，在舅舅面前嘛，我话头。哎，表妹，嗯，咱俩的事跟舅舅说了吗？啊？嗯，我爸说你太聪明了，有些不放心，还要等等再说。你这，舅舅总把我当外人。哎，你急什么呀？我还没跟爸说呢。真的？去你！爸，哎，吃饭了。来了。那位客人呢？早走了。啊，我怎么没有？啊啊，表哥，吃饭了。哎，来了。舅舅，外面风声很紧，今天又杀了四个。嗯，我说句不识高低的话，您别生气，有些人您现在少跟他们来往。怎么？就拿刚才这个和尚来说吧，我看他绝不是来买药的。嗯，你少管闲事，好好练武学艺。爸爸，表哥医道很有长进，刚才那个腰伤病人很快就给治好了。哦，嗯，剑雄。嗯，练武做人是一回事，
武林的宗旨就是扶弱除暴，为国保民。嗯，开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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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官兵怎么搞的？竞标会不会被？你们平白无故闯进民宅，这是干什么？哼！来人杰，识相点儿，把人和东西都交出来吧。大人，东西和人都在眼前，我不知道你到底要什么。别装蒜，一个讨饭的和尚，还有个黑匣子。我不懂你说什么。好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搜出来罪加一等。慢，听着，我记住在江湖上算得上这个，你们要是搜不出来，哼，叫你们来得去不得。哼，乱党的家就是要搜，搜搜你搜搜，跟我来，到那边去搜。是。这是暗示，给我好好搜。哎呀，我的药，我的药！你私设暗示就是蓄意谋反，里面都是贵重的药品，你怎么血口喷人呢？我舅舅闯荡江湖几十年，免不了有些积怨的仇人，为以防万一，这又何罪之有啊？放下来！快走！站住！舅舅保重！哼，你这朝廷狗官，你有种一对一跟小爷比试比试！把这老家伙带走！
你是谁？是南桂英吗？哎呀，是丁彪师傅。你来干什么？你走了以后，官府就派兵抄了我的家。真有这事儿？嗯，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。我是来暗中保护你的。保护我？为什么用飞刀暗算？飞刀暗算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你比我清楚。你别冤枉人。好吧，就算是个误会。我金彪闯荡江湖多年，要真中了奸人的暗算，那不被天下人笑话？那飞刀还在供桌上呢。你，斧的刀，哎，这个暗算金彪的人是谁呢？怎么在这儿啊？爸要我找到金彪，暗中保护他出广东。哦，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？哎，为了保护舅舅，官兵也在抓我。我想躲到衡阳老家去，路过这儿。我爸怎么样了？看来凶多吉少啊。表妹，表妹，你找到金彪没有？你看这个飞刀，哪来的？亲制，这是官府的暗器啊。金彪昨晚在这儿，差点被人暗害了。糟糕，他被人盯上了，人呢？已经走了。哎呀，我们快追上去，暗中保护他吧。丁家，哎，你们看见一个满脸长胡子的化缘和尚没有？啊，没有没有。馆长，您吃点什么？来两笼汤包。啊，来嘞。馆长，请来。啊。这家伙像那天你给他治伤的病人。好啊，果真是他！抓住他审问。大庭广众，怎么动手？我有办法，走。好小子，没想到是个暗探，昨儿夜里想暗害金彪的也一定是他。嗯，我的马呢？你看。哎，我的马呢？哎，他妈的，我的马是哪儿去了？哎，你这王八蛋跑这儿来了，害得老子吓一大跳。
哎，站住！嗯，你还认识我吗？啊！哎！你怎么搞的？干嘛把他给杀了？耶，就他认识金彪，不除掉他怎么行？等问完了口供再杀也不迟嘛。哎呀，我怕他跑掉误了大事啊。哼，好了，咱们还要赶路呢，快走吧。既然认识金彪的人已经死了，金彪可以安全出广东了。我们回去吧。也好，那快走吧。不过我们两个孤男寡女待在一起同路而行，人家说闲话的，要给舅舅知道了那更不得了啊。我看我还是先回衡阳去，等你的消息再去找你们。哎，你说呢？你倒想得周到。我真舍不得离开你，可为了让舅舅相信我的为人，也只好这样了。好，我走了。你要小心。嗯，仙女抱瓶赛观音，呀！连环炮打轰天门，呀呀呀！二龙戏珠风雷阵，呀！双掌推山逆如神，呀！浑圆一体定乾坤，呀！海底炮打连环用，呀！左右幻视山摇动，呀！七尘丹田六合功，呀！千步断肋快如风，呀！直劈华山立万军，呀！豁达顶替鬼神经，呀！凤凰展翅翱翔云。哎，小虎。嗯嗯。嘿，这招我早会了。嗯，真是不打就糊涂。哎，挨了打就记住了。不许胡闹，继续练。仙女抱瓶赛观音，呀！连环炮打轰天门，呀呀呀！二龙戏珠风雷阵，呀！再来一遍，呀！嗯。柳师兄。手下留情了。呀，原来是剑雄老弟。哎呀，受惊受惊受惊。你没想到吧？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哎，落难避风来了。什么？谁欺负你了？嗯，请屋里坐。请。继续练。双掌推山逆如神，浑圆一体定乾坤，请。海底炮打连环用，又幻视山摇动，坐。哎，怎么不见师伯？嗨，他老人家生就的眉毛，长就的个性，这不成天在外闹什么风潮。呵，老人家忧国忧民，是我们做晚辈的榜样啊。好，不谈这个。师弟，你说说遭了什么难了？哎，一言难尽。哎，你快说嘛。师兄啊，你千万别声张出去，还得请师兄助我一臂之力。谁不知道南刘两家是义结同心的世交，只要我力所能及，拿性命在刀尖上滚也在所不辞。好，仗义仗义。嗨，我舅舅啊跟令尊大人一样，几天前家里来了一位叫金彪的武林好汉，不知怎么的惊动了官府，派人搜查，总算那个人脱身得快，没被抓住。我一气之下和官兵打了一场，本想逃回老家衡阳，可又怕跟我那个后母不和，只好投奔府上暂避一时了。嗨，你们呐真是自寻烦恼。唉，如今朝廷腐败，洋人逞凶，民不聊生，难道我等炎黄子孙？好了师弟，别说了。师兄，这位金彪后有追兵，沿途艰难，
他到长沙以后还望师兄暗中保护。这摆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再说同是武林中人，义字当先嘛。好吧，他人在哪儿？大概还在路上。那我怎么接？他很好认，穿一身黄色僧衣，披发到肩，头戴铜箍，一脸络腮胡子。既拿乱党金标，在逃乱党金标一名，月25岁，行脚头陀打扮，中等身材，浓眉环眼，络腮胡须，操武昌口音。如有人将其缉捕归案者，赏银500两；如报讯扭获者，赏银200两；如知情不报者，与该犯同罪。巡捕大人，您请放心吧，长沙城防范严密，乱党就是长了翅膀也飞不过去呀。嗯，你可不能大意呀。为了捉住朝廷要犯，我不怕老虎头上拍苍蝇，连最难缠的柳氏武馆我也派了几十名便衣把他团团围住了。我就等逃犯钻进我的口袋呢，你这样不是打草惊蛇了吗，笨蛋。快把人马撤走。是，小的马上去。回来。怎么搜到我柳家头上来了？不敢不敢，只是上司有令，挨家各户都得查看，所以这个回去也好交差呀。那您看。那好吧，看吧。哎，是是，你们站在那儿都不许动啊。看看就走。请问你是？我刘府的客人。哦，打哪儿来呀？衡阳。衡阳？慢。三少爷，委屈你家客人了，请他跟我走一趟吧。什么？马捕头，你吃错药了吧？谁家没个客人？难道我刘福是藏乱党的吗？三少爷息怒，我绝无其他意思。不巧，这一位客人正好是南边来的。只要没事儿，客人好去好回啊！您看，我王建雄，一不偷，二不抢。哼，我谅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。师兄，我不能再让府上不安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回来的。走吧。大捕头，你说话算数，不然休怪我柳三不讲究情。三少爷，您说的哪儿的话，放心吧。啊。真没想到，三少爷要接的客人会是个逃犯。哥，时候不早了，咱们回去吧。就是嘛，到处都贴着捉拿他的告示，他还敢进城？白等了两天了。
嘿，你在路上见过一个化缘的和尚没有？化缘和尚？嗯。哼，没有。哥，天不早了，咱们回去吧。就说没等着。嗯，走吧。嗯。大爷，我来帮你推吧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慢点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瞎眼了！老子是柳氏武馆的。嗯，你想干嘛？哎，怎么了？哼，取经。对不起，上司有令要捉拿乱党，我们也没办法。啊，等着吧，会来的。啊？哼，他妈的，滚！大爷啊，这柴拉到城里去卖啊？进城，明天赶个早市，卖个好价钱。大爷啊，你知道柳氏武馆吗？啊。是刘老英雄办的武馆呢、啊、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啊，就在城东头，好大一片庄子。大爷啊，就把柴卖给我们武馆吧，也省得你在城里过夜了。哦，你就是柳氏武馆呐、啊、好好，太好了。站住啊，老哥，这是柳氏武馆买的柴，看看吧。怎么，又是柳氏武馆的？走吧，要关城门了，快走。哎，好嘞。嗯，他妈的，你往哪儿跑啊？抓起来！师弟啊，你真让我着急呀、啊！啊，那狗官被我说的理屈词穷，他们又没什么真凭实据，加上害怕刘府的实力，只好乖乖的把我放回来了。哎，总算心里这块石头放下了。哎，打听到金彪的下落了吗？啊，还没有。哦，嗯，大虎，客人接着了没有？嗯，没有。废物，下去。谢谢谢谢。干什么呢？我来拜见刘老先生。你？嗯。刘老爷外出不在家，府上哪位做主？三少爷，帮你禀报一下。好吧，你等着。嗯。什么事？这个人要见老爷。哦，在城外碰到的那个乡巴佬吗？嗯，你跑这儿来干嘛？我来求见你家老爷。哎，准是个化了妆的官府暗探。嗯，嗯，走。嗯，你要见我们家老爷？别打了！哎呦，三少爷要会见这位客人啊！失陪了，二位。
这边。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。他妈的，他是谁呀、啊？原来是金彪兄啊！啊，金彪，你真是金蝉脱壳，分身有术啊！高高，我总不能束手就擒呐、啊！金彪兄，金彪兄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多多原谅。好说好说，三少爷，惊扰贵府了，不必客气，自己人嘛，就叫我柳三吧。狐狸精，哎，剑雄兄弟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哎，你走了以后，官府就来抄家，无处藏身，只好亡命到这了。南老先生和令表妹可好？我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，真叫人担心呐、啊。什么人？原来是桂英师姐。你是？嗨，我就是前年陪三少爷来你府上的小虎啊。啊，是你呀、啊嗯、师父在家吗？师父不在，三少爷正陪着金彪兄和剑雄兄喝酒压惊呢。剑雄也来了？嗯，他早来了，前天被官府抓去审问，今天才放回来的。剑雄从官府放回来是三少爷保释的吧？不，他是自己回来的。啊，我很累了，你给我找一间僻静的屋子让我歇息，等酒席散后你单独禀报三少爷说我来了。师姐，怎么了？不要多问，照我说的办吧。嗯，请。桂英师姐，你先歇着，我走了。嗯。来，一路上辛苦了。来，不客气，看看这个，吃草，好，干。哎，来，金彪兄海量，可眼前不是喝酒的时候啊。哎，金彪兄弟的事儿包在我身上，来吧，痛快的干几杯。师兄的盛情啊，这杯酒我来代饮吧。多谢你的好意，我醉不了的。来，尽兴吧。来，干。三少爷。嗯。兰桂英师姐来了。哦，人呢？在后院小楼上。快领我去。三哥，师妹，真没想到富商，哎，啊，师妹随便吃点吧。我不饿。别犯愁，到我家和在府上一样。三哥，剑雄怎么来了？啊，他本想回衡阳老家，又怕跟后母不和，所以到这儿来了。那金彪打算什么时候离开这儿？啊，你放心，我设法送他出湖南。哎，师妹，出了什么事儿了？啊，没什么，随便问问。啊，那好，一路辛苦了，早点歇着吧。嗯。留步。小胡，嗯，外面风声不好，夜里当伴多加小心。嗯，知道了。去吧。哎，
虎，求虎。我柳三待你不薄，你竟敢恩将仇报，我金彪绝不会干这不耻武林的事情。那你说凶手是谁？不知道，我听到声音才赶出来的。哼，夜深人静你手持凶器，不是你还有谁？我你狗奸贼，给我兄弟偿命。你这家伙忽而和尚忽而还俗，鬼鬼祟祟，不是好人，给我绑了！来，我金彪与官府势不两立，他们一路上追捕我，我不改装，难道等他们来抓吗？再说，我和小虎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下这样的毒手？你们看，有人盗走了我的行囊。柳师兄，哎呀，柳师兄，你干的好事！我实在对不起，我刚被吵醒，才知道小虎被害了。哼，金彪兄，你知道凶手是谁？凶手是谁？我没见着。可他用心狠毒，他杀小虎，是为了调虎离山，盗走我的行囊。啊，行囊被盗了。官府的刀吗？你哪来的？给我，这是罪证，你还想狡辩？哎呀，事情没弄清楚，别伤了南刘两家的和气。人死是尸，挖出他的心，为小虎祭灵。哎呀呀，不不不，不能啊，这。表妹，啊，你也来了。你不也来了吗？是啊。柳三哥，别动肝火。哼，按江湖规矩办事。江湖规矩是义字当先，不是黑白不分，草菅人命。他杀了我的人，血债血还，开刀。站住！南桂英，这是柳氏武馆。怎么，难道成了官府衙门了？表妹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哼，干得出杀人灭口，也会杀人栽赃的。你疯了！我住口，这没你说话的地方。啊，好啊，你们把我一片好心当作驴肝肺了。我不管了，岂有此理！哎，哎，你们南家在搞什么鬼啊？柳三哥，金彪是南家的客人，我以南家的声誉担保，他绝不是杀人凶手。那凶手是谁？你揪出来！哎，这样吧，等明天师伯回来，黑白自会分明，你看怎么样？大虎，哎，好好看管。是，有事禀报我。哼，哎，你，我念你亡弟之痛。要不然你要干嘛？让客人上路。哎，路梦，哎，不客气。
是我从官兵手里夺回来的，可是黑匣子，哎，桂英师妹，你放心吧。啊，原来你早有准备。好厉害的女贼，夺回行囊还杀了我的人。乱党不除，朝廷大患，派重兵守住北门，长沙城戒备森严，得想个万全之策。官兵会重点守住北门，我们乘其不备从南门出去。快说怎么回事。桂英点了我的穴，领着金镖逃跑了。他们说从南门出去到岳阳，走水路去武昌。他们要从南门逃走，逃离武馆有一会儿了，请火速派兵增援南门。备马去南门。这是凶器，请您过目。嗯，这是江湖高手护身的暗器，镖小有毒，见血封喉。肯定是金镖的，这两个狗男女恐怕早已逃出城了。大人，啊，我马上去追，岳阳楼前交货。嗯，一言为定。要有差错，拿我问斩。
不可疏忽大意，要设法拉上柳三，可以助你一臂之力。哼，放心，柳三他早已中了我的计。好，岳阳楼上摆酒为你庆功。谢大人。到武昌，我冲出去缠住他们。不，你想法翻城出去。不行，冲出去凶多吉少。待在这里倒反而有出路。你想，我们现在在城墙肚子里，离地面更近了。我们从这个洞口出去。洞太小，怎么出得去呢？我来试试。你让一让。成了瓮中之鳖了。剑雄那小子还梦想岳阳楼上的庆功宴呢，他万万没想到这一对狗男女竟死在老子的火攻烟燎之下了。我们分头追上，大虎，哎，你好好伺候剑雄少爷。是，师兄保重，我们岳阳楼前会合。保重。请啊，请。好。哎，你们二位还要点什么吗？啊，不用了。哎，谢谢。有什么事儿，尽管吩咐，随叫随到啊。哎，店家。哎。此地离岳阳还有多少路程？啊，旱路100，水路120。哦，今晚店里客人多吗？哦，闭店上10里，下8里，不连村不靠店，来往客商都住这儿。可今儿个就您二位财神光顾了，您二位歇着吧。好好好。太好了，桂英师妹。快到岳阳了，一路之上多亏了你呀。说这些干嘛？安然无恙就好，今天晚上别再出什么事了。你放心吧，你看。嗯，我呢睡下面。
早点歇息吧。好。哎，牛哥，嗯，这可是个大财喜啊！我是狗牙子啊，你看住了？清清楚楚啊！发财，发财！鬼婴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哎，任你们跑到天涯海角，这黑匣子也逃不出我的手心。你这奸贼！点功夫也想从我手里夺回黑匣子呀！我去官府请赏去了。金彪哥，金彪哥，嗯，啊，嗯，金彪哥，就这点破钱。朝廷大旗上的青龙一模一样啊！啊，国宝呀，国宝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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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发洋财了！发洋财了！哎，牛哥啊，我得分六成，我分六成，哎，我分六成，好，你分六成，好，小毛贼！啊！哎，让老汉来了，快跑，快，快跑，快！哎，哎，啊！水性不错，哎，快跑，快跑，快一点，快！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娘哎，菩萨保佑，逢凶化吉，这小子真厉害！我不行了，我憋不住了，那快尿啊！倒霉碰到了绿林高手了，往哪儿逃啊？哼！哎，大爷饶命吧，饶命，快还金剑！是，饶命，金剑还你。啊，好汉，我们也是被官府逼得活不下去了，才走这条黑道的。哎，没办法，走。啊，好。啊，柳三兄，
你这奸贼，你还想往哪儿逃？那天不辞而别，因为，呸！你还想花言巧语蒙混我？拿命来！拳脚是打不出好人坏人的。还不快走，走啊！快走！快！真是吉人天相啊！菩萨保佑！在半妖里杀入程咬金，救了咱们的命啊！就是。哎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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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姑奶奶饶命！姑奶奶饶命！都是鸭子和金尖，都已物归原主了。看人了！在树林里，跟他三哥正打架呢。快领我去！是是。住手！师兄，是那条恶狼把你给耍了。再斗下去，两败俱伤，得利的是剑雄。你们南家的事儿跟柳家不相干，谁杀了我的人，我就要跟谁血战到底。杀死小虎的是剑雄，飞刀在他身上。好吧，你看看上面打造的字。宣统元年，亲至。还有这个，这是想谋杀金彪大哥的飞刀。嗯，也是官府的刀。可是剑雄也被官府抓去过。唉，你怎么不想想，他怎么会轻而易举地被放回来呢？哼，任你们说的天花乱坠，我可不是傻蛋，是好汉。跟我走。去哪儿？去岳阳，跟剑雄当面对质。是长沙捕头马虎，我柳少爷，我看在同乡份上，您给说说情吧，柳少爷。啊，呸！你把我家客人剑雄抓走，怎么又放他回来的？说实话，快说。那个王剑雄是胡兄府的人啊？什么？我奉胡大人之命，以搜查为名。让他回去商议事的。你那个王建雄借刀杀人，调开那个叫金彪的人盗出行囊，可那行囊要啊。奸贼，我上了他的当。哎啊，我柳三有眼无珠，对不起你和师妹。我，哎，柳三兄到哪儿去？三哥，三哥，三哥！剑雄，
看见没有？柳三呢？也不见人影。他会不会来？嗨，那个傻蛋，捏在我的掌心里，何况他还留下一个人质大虎呢。嗯。你怎么才来呀、啊、王殿雄呢？我刚才还看见他了。哦，三少爷出了件事儿，等等，走到僻静的地方说去。嗯。什么？原来杀我弟弟的凶手就是他呀！狗杂种！站住！你干什么去？报仇！你去找死！他武艺高强，又阴险毒辣，就你这两下子报得了仇？那太……他现在在哪儿？在湖边，跟官府的人走了。你快到船上去，和桂英他们一起马上离开岳阳。那你呢？我这就去找剑兄算账。三少爷，剑兄，哎，老兄，可把我等苦了。你看什么呢？你看那条小船。这有什么好看的？湖面上有的是船。不，太阳都快下山了，一叶小舟怎么敢到长江口去呢？你是怀疑？也许就是那两个亡命之徒。别那么大惊小怪的，他们呢早被我结果了。哦，真的？嗯。那匣子呢？啊，在客栈呢。走。来了来了。呀，你回来了！哎呀，可忙死我了！要上哪儿啊？啊，咱们回见吧。啊，回见。哎，姑娘，过来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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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东西呢？师兄，黑匣子呢？黑匣子？哼，早随小船去远了。啊，你这草包，也会使缓兵之计？哼，你还想走？放肆！这里不是柳氏武馆。呸！你这不知武林的东西！呸！枪！啊！哎呦！家的血不会白流的，你也是好样的。官船啊！他妈的，跟他们拼了！他们人多势众，我们又在水上，你看怎么办？哎，兄弟，啊，赤壁到了。想当年诸葛亮在这儿能挡住曹操的千军万马，我们还怕干不掉几个官兵。你们看那儿。对了，我们到芦苇荡去。不错，就是他们。你们听着，把你们身上的飞刀和匕首都交给我。干什么？我和大虎留在芦苇滩，这黑匣子交给你，找个最隐蔽的地方藏起来。不，我要亲手宰了他们。保护好黑匣子比什么都重要，你明白吗？快，兄弟，我们俩怎么办？别着急，把我们送到芦苇滩，再告诉你们。好，大人，他们逃到芦苇荡去了。你们把小船翻过来，顺流漂到赤壁底下等我们。好。
统下船追杀。是啊，一个也不能让他们跑掉。大人，我往那儿追。好。你去引他们过来。表妹，你们被包围了，命在旦夕。我看在舅舅的份上，放你一条生路，把黑匣子交出来吧。畜生！呀！瞒得过我的眼睛，说他们在哪儿？
表妹，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舅舅已经下了大牢，把黑匣子给我，就能救他的命啊！你这个人面兽心的东西，要得到黑匣子，拿命来啊！你虽无情，我还讲义，逃命去吧。缠着我，你这奸贼！哦，放你一条生路不走，偏来找死！呸！算我瞎了眼，把你这畜生当成人！住口！我王建雄忠君报国，堂堂正正，你们谋反朝廷，那才是见不得天日的鼠辈！
鬼婴，